爸早安，阿妈早安。小弟儿，你个关节代志过来安怎？啊，文官干只哪讲？阿姐嘛是足受气的。爸，你先卖阁管阿姐啊啦，伊已经准备甲南部迄个土地卖掉，去补伊无够的资金啦。南部的土地，是我当初爱做伙买迄块地，无唔对，就是咱顺发比亚迄块。爸，咱当初其实爱甲贵个地拢买落来，也毋过你个人家要偌少，爱有钱做伙谈，就分出去一半，爱伊买。啊，即马既然伊要买，无咱过去甲买落来安怎？迄块土地继续扛落去，增值幅度会真大。咱即马买起来，等于是害你阿姐吃亏。咱买买嘛，少别人会买啊。爸，你叫我去找冠杰，就是爱甲阿姐斗相共。阿姐家己嘛知影，伊阁坚持要卖地，安尼有表示伊根本就无想要睬你。既然安尼，想怎把好处留给别人？等下等下，想怎阿姐欠这么侪资金？啊，唔对，因手表咱的土地欠130亿，资金周转有问题啦。啊，不过大姐建设是伫个冠杰的名下呢，若是提不出钱，违约金要安怎？安尼会影响到冠杰伫个业界名声呢？爸，你是安怎当初要靠大方营造的钱？你若是无靠因的钱，阿姐就袂周转袂过来啊！你是头壳有空哦？咱顺发替大方营造付现包赏金，是安怎咱袂当靠演技啊？你搁敢讲？那不是你把美丽家园划包给其他营造厂，大方也没有资金的问题。周安迪，你跟冠杰是自细汉做伙大汉的好朋友哦，你安尼害死大方，你袂良心不安呐、哦？好啊，珍妮，美丽家园往营造厂是公司的主管共同的决定，都算讲咱讲了带点情分，咱袂当袂记的。企业经营是要对员工、对消费者有责任的。爸。你感觉大方营造工程的品质有问题，那是较早的代志。即马冠杰回来啊，伊一定会好好啊，甲工程搞好。你煞无爱给伊机会。搁再讲，你又搁知影新的营造厂袂有其他的问题？周真妮，你莫讲咧对爸讲话啊！我拜托你，莫规工干那要怪别人，都袂晓检讨你家己。当初若毋是你大输大诶去抬标金，咱就摕着标案啦。大捷建设即马袂欠资金，都啥物问题拢无啊！讲来讲去，海冠杰人根本就是你。你竟然把这个塞来我的头壳顶！无咧，还阁毋是好啊啦！拄着问题就是爱想办法解决，恁安尼冤对代志根本无帮助。我现在上班了。我即马无想要甲恁共车啦。谁知你？你都卖得！哎呦，真你呀！哎，当老的。高维云，听讲你结婚啊，敢有想要生囡仔？搁咧计划？我看是甲大家大做伙，暗时无方便，才无法度生啦。一直无搬出去。是不是想要欠钱买厝？副总哪会问这个问题啊？我关心员工啊，敢袂用的？莫这么紧张哦，林美妍。顶边你伫咧问讲，美丽家园敢有员工优惠？你想要买厝啊？这优惠名额这么少，意外 KPI 根本就不可能。那是我讲。即马就有一个为天顶掉落来的机会，会当增加你的 KPI 考绩，晋级美丽家园 Top Ten， 你敢有兴趣？什么机会啊？副总，我刚才听过天顶掉落来拢唔是甚物好物件，我想。高维云，你拢几岁啊？若是讲唔生，可能就真歹生哦。敢讲？你无想要买一间家己的厝，甲林阿翁两人世界，好好生一个囡仔。看你的打扮，拍一个鲨鱼夹，衫拢穿到暗摸摸，
一看就知影，你是甲大家大做伙，一点仔夫妻情趣拢无。敢讲你就唔惊恁阿向外发展？林美妍，单身狗一只。嘛唔知影将来是唔是有人会甲你做伙到老？那是会当买一间家己的厝，安尼嘛较有安全感啊，敢唔是？像恁这种小杂草，恁的人生是会有几届着奖的机会？敢讲恁无想要好好啊把握？副总想要叫阮做啥？请问副总，你召开会议是有啥物代志要讨论？今仔日我们专案检讨的对象就是你，陈小春。副总要把你的假名牌摕落来，予大家看好清楚，你是安怎吃我来洗我话翻倍公司。我已经开始配合公司稽核部门的调查，即马目前为止，无法度证明我有翻倍公司的所在。啊，副总若是坚持要安尼甲我加人唔放，请问你有啥物证据当证明？我到底是泄露公司啥物机密，还是我伫咧啥物所在甲啥物人讲？我又阁是讲啥？人证、物证、时间、地点，想无你嘛讲出一项，莫伫遐空吹布，一条冤枉啦！真好讲嘛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林美妍，伊毋是要证物，赶紧摕出来啊！这是小春在做土地价格评估的时阵，一直炸在辛苦片的笔记本。哎呀，你为什么？评估价钱130亿，这是不是你写的？是不是跟大捷建设出的标金一模一样？这是我写的无唔对，我当初估计130亿，我唔拿写伫个笔记本顶悬，我嘛伫个会议上不止讲过一届啊。我做土地价格评估，当然嘛爱写伫个笔记本顶悬。那是教务总理的意思来讲，安尼以后剩发所有员工，若是要做调查、要写笔记，都是他故意要我对手看。你是有啥物会当证明我有把这份笔记本摕予大捷建设看？高维云，你不是说你可以证明？之前小春去做土地调查的时候，有跟方总监见面，两个人又做伙抓到一个毒贩。后来小春受伤昏去，方总监不拿送去病院，又陪在他的身躯边一直到他死。维云，你这是什么时阵的代志？就是珍妮副总去东宇办公室找钱的工。你讲，陈小春，你竟然这么早就跟冠杰有交叉啦？等下，等下，那天就是我要替冠杰接风，结果你算无来的那天。陈小春，你这个阴险的查某，唔拿叫冠杰给我绑架，真的够无名无落哇！安尼就所有的代志拢会通啊！你讲我伫个家宴迄天下楼代表予冠杰知影，就是想要暗藏你甲伊迄天有见面的事实。你根本就是做贼心虚，二人先告状。我无，下楼代表对我来讲有甚物好处啊？因为你想要诱拐冠杰啊！你想要摆脱你的社畜人生，你想要麻雀变凤。啊，唔对，你连麻雀拢唔是，你就是上可恶的寄生虫。这是筋骨，筋骨，再好力！小春，美云，美妍，恁家真正认为我下楼代表
何方总监，认为我反背公司，你敢真正无相信我？你讲你甲方总监是工会上的同事，即便干哪会讲公事？而且你讲你就受气，副总一直乱砍标价。哦，你这就是想要攀龙附凤、诱奸报复。陈小春，你真正是蒙老阿兼西口，无想要做选择，拢总落来呢。这些拢敢那是推论，拢是间接证据尔，我都证明啥？代志拢已经安尼啊，你会找我遮尔硬哦？好，袂要紧，我得用一个上民主的投票方式，予你心服口服。拄则你嘛听到证词啊，你是安怎想的？陈小春罪证确凿，需要立刻开除，替公司伸张正义。你知的，恁甲陈小春惊受我。伊平常时做人安怎，心术正不正，也是讲下楼代表的代志，我敢有误会伊？若是感觉我无误会伊，赞成我甲伊开除的人，就举手。小春绝对无做反背公司的代志，一切拢是误会。不管你是误会了，还是气坏啊？喂，李冬雨，你替伊讲话，是不是你嘛是共犯啊？阿德利，你讲了有道理。伊甲陈小春的感情上好啊，顶边伊妈会定去骂伫伊的身躯顶。我看这件代志伊嘛有分。我无，阿德利有证明啊？是要做证明？真简单啊，徛吊兵。自证清白，马德林，你今晚去人事室，叫伊把李冬雨停职，搞好稽核部门调查，无查清楚之前，不准伊带来公司一步。不行，我袂当好停职。这就要看你安怎选择啊，是要不平不替的干涉，还是徛在公理正义的那边？陈小春，今麦所有的人都判你有罪，你还阁有啥物话通讲？安怎？哪会不爱讲啊？你平常时毋是足够讲的？副总，我来替伊讲。臣妾百口莫辩。原来闺蜜情深，嘛只有安尼尔。马德琳。今晚就去人事走流程，今仔日就甲陈小春开除，让伊倒去吃家己。是。小春，你好，黑面哥。我知影你一定是有人逼的，你有你的苦衷。啊，不过今晚我啥都无想要听，我嘛无迄个气来同情你。你先离开啊。我想要冷静一下。小春，